came to you before 1 week, and I've ordered here medals, 50,000 piece, all my design.然后呢，我们有一些外协的工厂哦，现报单子过去的话，全部都有3个月以后。现在足球嘛，说真的，我们卖的比较好嘛，就是一些国家队啊，然后一些常规一点的花型，就是反正足球这个东西，就是说每年都在不断的换花型，跟疫情的时候增长了挺多的，最起码有个20%-30%吧。 我那个马来西亚客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原来是亚运会的关系，今年确实订的还比往年多了多了。以前的话，差不多每次订个7-8十件吧，这次好像增长到200件了。